有听到那个现场版的冤冤笑声。你们听那个声音会不会觉得？三 D 环绕。好，现在穿了没？我是奶茶老师，简称奶茶大师。我已经进去。你进去了？对，你听到吗？室内空间不大，可是感觉很温暖。然后我还以为是监狱，墙壁有点就是壁炉啊，然后壁炉上有电视，然后电视上面有一画，有一张么字形的沙发，很大哎。我觉得不大，因为就是小小一间。你会感觉到挤挤的吗？不会挤。但你会觉得想要再变大一点吗？还好。好，那你去你的房间或者是照哪？然后有就是厨房有一个类似中岛的东西，中岛上面有东西吗？酒杯有酒，没有酒。啊，厨房看起来像是有在煮饭吗？不太像是有在下厨。我去我房间要坐电梯。啊？去房间要坐电梯？对。啊，到了吗？很高。很高。到了吗？好，你继续打。Later。你电梯搭到了没？搭到了。我电梯打开，我看到我房间蛮大长方形，地板是那种咖啡色的，应该是地毯之类的，然后整个房间都是，然后墙壁也是咖啡色的。进去左手边墙壁上有刺刀，然后关刀都有。然后我前面有一个阳台，很大阳台，然后阳台看出去外面就是感觉自己在就是停在上面的，对，那真的很高，比你还高。可是我觉得房间有点空，有床，然后桌子，然后有更衣间。他衣服很多吗？很多。你看得到有什么衣服吗？我看得到。好，那你要再搭电梯下来。你们如果看完了客厅、自己的房间跟灶台，就可以出来外面的。我走出来。好，他走出来。那外面有什么吗？草地。但是是晚上，傍晚那种感觉。那我要叫你回来了。